大哥，还有活着的吗？没了，全死了。鬼子太他妈狠了！他奶奶的！看见葛山了吗？这倒没看见。 硬朗的骨头，不过，俺还是那句话，枪，俺先借来用用，放在山娃子手里，他守不住，别为了这些铁家伙，断了你们葛家的后。大哥，要么咱们去杀日本鬼子，给乡亲们报仇。 杀日本？你拿什么去杀？咱们先去山里找葛山，让他把枪吐出来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咱们就谁也不怕了。 下去陪他哥吧，别忘了替俺说点好话。你们他妈别只顾着找东西，这破村子，老子还不知道吗？ 分头找，盯紧点。找到了，口哨微信。大哥，你就不怕他狗疯了咬人啊？躲远点，不是鬼子，我想的不至于。走，跟我来。